上期视频给你们展示先知的不屈的信仰，那今天再来看看靓仔的精致的笑容。和同期先知的新皮相比，靓仔身穿礼服，头戴礼帽，更像是一个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大亨形象，脸上依旧挂着招牌式微笑。除了衣服之外，官方这次还给靓仔加了一个全金的魔幻宝箱，似乎宝箱内要有什么爬出来一样，满满的细节。而火箭头也被替换成了巨大的全金武器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试试这款皮肤的实战体验吧。穿好配件，我们就用无限锯招战。就遇到神魔，就让剑管头疼的求生者之一，我们就先抓他。送神魔上以后，又到了守尸环节，先装上配甲，准备招待来救人的同学。就是看到原来救人，在扛下一刀后，救下椅子上的队友。紧接着，我们又吃了神魔一个技能，但不用急，赶在对方翻船，我们再一刀。现在只要盯见对方就好了。神魔倒地。偶尔名牌勘探员在附近，我们先勘察一下，确认没问题，我们再回去开机枪。在我们送勘探员上一声，医生把队友救了下来。紧接着，对方一个信号枪想要拖延时间，不过幸好我们也打中了对方一刀。宣言结束，我们就跟着薄面的空军。有脚印出现，那求生者还会远吗？赶紧飙车！恰巧顺着脚印，我们找到了倒地的空军。嗯。其实空军恢复行动，不废话，直接来狙。丢掉了铁屁股，但我们也抓到了医生。在送医生上瘾时，还以为两个人会互相治疗完再来救队友，但主动现身简直优秀，打倒了勘探员，然后又是前仆后继的空军，最后以斩杀四人也得胜利。再见。